你以前有没有玩过快问快答？有啊，我们有玩过吧？要计时哦。看看你多久可以回答完这些问题。好，快问快答。好，开始。第一题。请问你跟你爸爸是怎么认识的？我跟我爸爸是怎么认识的？我跟我爸爸是我出生大概三岁的时候，我有意识的时候，我才没有，我应该一岁半的时候就会叫我爸爸了。我三岁的时候认识的吧？在肚子上、肚子里面认识的。那当初是怎么认识的？当初就是我睁开眼睛，他在家。我哪知道，应该吧。我爸爸一直叫我叫他爸爸，所以我就认定这个人是我爸爸。第二题，睡觉的时候梦到自己在睡觉是什么感觉？很特别。请认真回答。会有一种我在睡觉的感觉。我好像真的有这种三重奏过哦，就是在睡觉的时候，然后再梦到自己在睡觉的时候在做梦。我真的梦过哎。什么感觉？就是我在睡觉。我刚刚说了，就是一种我在。是什么感觉呢？就是醒来的时候会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可是就是会分不清楚我刚刚到底是谁在睡觉，因为我起来穿的睡衣跟我在睡觉，我梦到的睡觉那个睡衣不一样，就说哦，原来我是梦到我在睡觉。对，就会觉得你是看到自己还是睡衣？对，我看到我自己的睡觉睡衣是不一样的。下一题，为什么长寿的都是老人？死啊！为什么长寿的人是老人？因为长寿只有就是老人，老人才可以叫长寿。下一题，苹果的苹，除了苹果还可以组成什么词？苹果的苹，苹果的苹，苹果的苹，除了苹果还可以组成苹，好难哦。一定要那个瓶是吗？对啊。瓶水瓶不是瓶服什么草瓶草瓶瓶花瓶凡是那个瓶吗？瓶不知道哎。浮瓶要瓶在前面啊。瓶瓶瓶好像没有哎、欸，没有苹果皮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下一题。名侦探柯南发现一个事实，作案的时间不是在白天就是在晚上，因为就只有白天跟晚上。因为我们就是只有白天跟晚上。对，这是太有趣了，还好不是什么傍晚之类的，傍晚算早上，也算早上。最后一题，数学题，五万乘以五万等于多少钱？五万乘以五万，五万乘以五万等于多少钱？250万。对。再少一点。而且五万乘以五万为什么是等于100亿？2500万吗？对，20000万。25万。对，好要2500000。2亿5000万。对。五万乘以五万，五万乘以五万，
是十亿吗？对。五万乘以五万、欸。嗯。二十五万。对。二十五万。二十五。二十五什么？答对了，时间到。万、十万、百万、千万、亿、二十五亿。答对了。2兆，哎、欸，二点五亿，哎，二点五亿，二点五亿跟2亿5千万不一样。对啊，2兆5亿，我不会再上去了。等一下，不是2亿5千万，你就不会再上去了？我不断报头念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突然报头念，一亿，十亿啊，25亿，25亿。答对了，25亿，3分27秒，那好烂哦，这什么烂？5:25，对耶，为什么会说十？快问快答，我3分钟，花的时间是4分09秒，我太紧张了，时间是3分18秒。